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。今天，佩奇和小羊苏西一起去游乐园玩耍。佩奇坐到转盘上玩了起来，苏西也跳上了转盘。佩奇和苏西坐了一圈转盘，佩奇走到跷跷板面前坐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苏西也下了转盘，她走到跷跷板的另一边。等跷跷板放了下来，他才坐上去。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佩奇先下了跷跷板，然后苏西也下来了。佩奇他第一个爬上滑梯，很快就滑了下来。这时苏西也慢慢地爬上了滑梯，苏西怕高，佩奇就在滑梯下面给他加油，苏西终于滑了下来。佩奇和苏西商量了一下，接下来去哪里玩，于是他们便一起离开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